那是你的好伙伴。很多人都问我说，为什么 KK 你常常穿高跟鞋，然后从小要练芭蕾舞，为什么你的小腿都没有萝卜呢？我今天要教给大家的就是我们的 Kimmy Bomb 美型运动的独门秘诀——拔萝卜。这个动作呢，有一点点难，但是非常有效。不管你是脂肪性小腿还是肌肉性小腿，都可适合，都可以因为这个动作而得到改善腿型的效果。所以呢，如果你是初学者，接下来你一定要更仔细的听我们的分解教学。那如果你是运动好手，记住了，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不要仰赖原本的肌力，跟着我们的音乐，照着我们的速度，越慢越有效。话不多说，我们直接开始吧。先把你的美型棒横放在地上，然后呢，你的脖夹放在正前方，就是在美型棒的一半的位置。接下来呢，两只脚慢慢的折到美型棒的一端，膝盖微弯。好，注意咯，里面的那只脚不动，外面的那只脚往前跨过来，让两只脚呈现弓箭步的状态。好的，现在低头检查一下，不可以让你的身体是歪斜的、扭曲的。你的两边的臀部呢，要把它转正，好，停在这个位置。检查一下你的身体，低头看一下，两只脚有没有牢牢的踩在地板上。然后呢，两只手举起来，往下轻轻的去夹住你的脖夹。柔软度好的人可以夹到最低，柔软度不好的人夹高一点。也是有效的哦。现在慢慢的往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往下，二三四五六七八。在做这个动作时呢，请你一定要留意，刚刚往上一个八，往下一个八，这样子一组。在这个两分钟的美型棒拔萝卜运动里面呢，你们要留意的是，后面那只脚一定是要打直，全程打直。前面那只脚一定是全程弯曲，两只脚呈现弓箭步的状态。做完四组之后呢，直接我们换腿进行同样的动作，再重复四次。如果你是肌力非常好的朋友，这个动作最多一天我们也不建议超过三组。记住咯，量力而为，依照自己的身体情况去进行才是对你最有效的训练方式。准备好了，开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记得换气。加油，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第四组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
束。喜欢今天的影片了哈，我知道你现在应该没办法讲话，因为其实蛮累的。不要看我看起来很轻松，那是因为我是 KK 啊。好啦，今天这个拔萝卜美食猫运动算是我们所有的小腿雕塑运动里面的魔王等级。那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记得帮我们按赞、留言、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开启小铃铛，然后把你所有练习的成果打在留言区回报给我们。看到你们的留言，我们就会继续拍更多的雕塑小影片跟大家分享。拜拜。Yeah, yeah, yeah, yeah.